主料：五花肉150克，青豆角80克，紫皮茄子一个。辅料：油、盐、大蒜、水、蚝油一匙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青豆角茄子洗净切小块，入水煮烫，然后捞起备用。锅热油，下入五花肉和蒜瓣煎制，加入煮烫过的青豆角和茄子，翻炒均匀，加入一匙蚝油上色提味，加入适量盐调味。烹饪技巧：青豆角和茄子先煮烫至变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